风高正直。应当就是太多太多，就是脍炙人口的主题曲了，尤其是这个时候掌心。请全场的朋友拿出你们的手机，把这一段拍下来，记得艾特阿信。我今天唱了《入阵曲》，请他演唱会唱《手掌心》。被五月天阿信亏，功高震主，叮当演唱会报仇了。10年前《兰陵王》的主题曲《手掌心》，截至目前观看数已经突破1.3亿，对比五月天演唱同剧主题曲，观看数只有4000多万，让老板阿信忍不住说话了。风高正直，应当就是太多太多，就是脍炙人口的主题曲了，尤其是这个手掌心。请全场的朋友拿出你们的手机，把这一段拍下来，记得艾特阿信。今天唱了《入阵曲》，请他演唱会唱《手掌心》。真的是，就是那天我在那个练团的时候，这歌也太难唱了吧！就自己直播的时候，就自己挖了个坑，然后给自己跳。看来粉丝非常的配合，主唱大人的 IG 似乎被灌爆。阿信转发动态，附上一个笑哭表情，无奈表示：为什么一堆人 at 我啦？今天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很特别。前几天，《下一站幸福》的导演慧玲姐啊、离开了我们，然后飞到天上去做天使。希望他可以能够在世界的另一边可以一直想我们，也谢谢他这一生把很多很多非常棒非常好的作品留给了我们。那每一次你们也都说我只要没有唱这首歌都不让我下台，那就唱呗，我爱他，送给你。Huh?